天气热，大家都很喜欢吃冰品，而且现在芒果冰还有不一样的新吃法。把新鲜的艾文芒果小心翼翼切细，再切成块状后放进冰箱冷冻，等了大约4到5个小时，放进机器搅拌。取出打好的芒果泥，加上浓醇香的芒果慕斯以及炼乳莱姆酒冰沙，刨上柠檬皮屑，入口吃得到芒果香甜以及淡淡柠檬香，成为现在夏季冰品首选。同样是芒果，但是不同的操作方式，不同的甜点内容，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做成一道台湾人都很熟悉的芒果冰。厉害的还有这一道，不要觉得不起眼，基底是香瓜制成的果汁，搭配浓郁的乌骨鸡蛋布丁，最后放上冲绳黑糖以及莱姆酒制成的冰沙，清凉又消暑。特别拿铁碗装住刨冰，周围摆上新鲜水果，用工具慢慢磨平。第二次同样做法，最后淋上黑糖汁，用芒果泥、草莓雪泥慢慢叠起来，放上三球冰淇淋，小心装饰，还可以插上仙女棒，小朋友自然被吸引过来。有仙女棒，所以很漂亮。它像蛋糕，很喜欢。外形像蛋糕，但里头可是冰冰凉凉的珍珠水果刨冰。业者搭配芒果，创意发想，让传统冰品也能有新变化、新口味。记者林世达、杨俊宗台北报道。